无人会接任有偌重，我已经无路用啊！莫念啦，为着婚姻，出了偌侪勇气。我只是想到一只狗，为着生活，无奈放下尊严。我家己的人生啊，我家己的家。为着亲情，甘愿经受委屈。我有老爸。喂，阿爸。为礼拜日下午六点半，六部电视电影公开，大部分人的心事。S 华戏台，安迪曼点播。